群抓狂攻击三岁童，双胞胎正妹挺身保护。镜头上可爱的罗威纳犬一生气起来也是会让人怕怕的。在加拿大，这对美丽的姐妹花凯蒂和杰西上个月30号就带爱犬 Yogi 还有三岁侄子到公园玩耍，当时凯蒂将 Yogi 的颈圈拿掉，没想到 Yogi 却冲向三岁侄子。为了保护小孩，杰西和凯蒂先后被攻击，一名72岁的老人家发现后上前帮忙，也被抓狂的 Yogi 咬伤手。一对情侣路过帮忙驱赶 Yogi 并打电话报警，警方赶到现场开枪， Yogi 才吓得逃跑。凯蒂和杰西两人送医缝了上百针，目前没大碍。而闯祸的 Yogi 不但被抓，还可能被安乐死，但凯蒂他们则希望能放过 Yogi， 让他接受教育训练就好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，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-Focus 喷射控流技术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